这个餐厅好像有啊，那个里面好像在外面吃一次。第一次我有去看明月，我到底能做什么？后面好像都没有，我们当时说去看那个女的叫明月。Yeah.
不错，不错。对啊，厉害。他说会分六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香港跟德国啊，对啊，你做错没有？其实我们这个我们对他那个时候有目的，在自己在，因为我带他，那个时候我自己打输很惨，第一局我拿三分而已，第二局我拼到十一分，快死了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秘密了，就是说你要，因为那个陈浩远是好像是什么亚洲的代表，然后什么身上神力什么的，然后说你要不要去申诉什么？我想，我靠，他跟你的队友讲说我要不要申诉你？这个很怪怪。没有他，如果分两局，他不拿两面金牌也是啊。我觉得两面球会就不会，我觉得不会打。手都没有分了，还是什么？太错了，我真的怎么这么错？你这跟你手头的命都输他，他只要打开三拍以后，我就做得不好。请我不要想这种借口，请我。要一定要有借口，不能赌钱，这是禁忌。不是啊，要请我吃的不用用这种借口，请我吃饭。不要这样讲，老师你应该是我们有十二个团员嘛，你来被请。你问。
然后或者你把照片数据都可以追溯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单位的名字也有什么什么的。哎，是说电视上面在看你们？电视在看我们啊，电视不来了。今天他不来。他没有来。今天不来，因为他去找，他在找杨明成啊，我不知道他要去哪找杨明成。要他们帮我们转，帮他转播二级的，然后也让他们。